3月22日晚，火华社社长刘烨又在微博和网友互动啦。他在微博中写道：明天我生日，一人说句祝福的话。此微博发出后，刘烨依然迅速抢占沙发，称我头大我先说，祝老刘更关注自己的内心。网友看到微博后，也纷纷为社长送上祝福的同时，不忘调侃逗乐：我头大我接一句，祝最帅的小刘更放飞自我，祝老刘喜得三公子。小刘你好，明天你就满18周岁了，祝你成年快乐。明天之后你就可以随便出入各种场合了，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，预祝社长今年再添丁。